吴元溥是共产党，跟着他一起越狱，就是为了证实这一点。那为什么不报告？我提前跟我说一声。我在汪伪政府里面抓了好几年的共产党，我很了解。抓一个没有用，要抓就抓一条线，更何况我手里没有证据，吴元溥他也不会承认，而你就更不会相信我。不过现在可以了，他越狱就是最好的证据。 而且，通过他，我还帮你们找出了他的同伙。看管牢房的狱警127号，还有厨房里那两个大师傅，这几个人都和他有过密切的接触。这些人，要么就都是共产党，要么就都是被他买通了。你看着我吧。 吴元溥是中统的特工，代号苦菊，是我们的人。他的任务就是在这考验你。部长，苦菊已经回到南京，正等着您见他。让他暂时不要在中统露面，晚上我会去见他。我希望你去试探一个关押在老虎桥监狱的犯人，我想知道他真实的身份。要执行这个任务，得听我的安排。 剂量已经调好了，半个小时以后你就会发高烧。看来他一直在观察你。我也在观察他。你对他什么判断？他相信你吗？不好说。他的表现跟军统的人不一样。你不会露出什么破绽吧？苦菊不是我一个人。 是一个小组，我对我们小组在伪装方面很有信心。希望你下的这些功夫没有白费。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，就看他今晚的表现了。如果他跟我一起走，那就证明了你的猜测。出狱之后，跟他接头的共产党都会被我们挖出来。我相信那些都是层级很高、埋得很深的共产党。